干嘞！小姐，各位国际法官哈，我洪先生哈，今天给我简单来介绍，来说警警会里面警会这个咱们林医师，伊现即即嘛是罗东圣母病院，天主教圣母病院的院长哈。啊，伊是1950年8月出生，伫即个高雄，也台南一中毕业吼。我头拄仔伫另外迄班个介绍，就讲是高雄中学吼，又加纠正吼。伊台南一中毕业了后，伫迄个高雄医学院科毕业。啊，伊伫台南时代，我甲伊就熟识，所以到底是差不多算四十年朋友吼。即伊。对咱台湾的关心，我为一点代志来服务。伊对咱台湾原住民的关心，吼、哦，伊当时代就成立一个百达山地服务团。做台湾台湾的时阵，伊个时就是对原住民做一个服务团。伊就感觉讲原住民是安怎，因的民族遐尼啊可怜。日本时代，他国民党时代，顶时无啥物人在人照顾，所以伊。他学生时代都有这个对台湾的关注和爱心吼，咱两位听伊演讲，你就会使了解愉快哦。那毕业以后，伊捌甲迄个郑南榕哦，大家了解这个郑南榕著名的郑南榕，每个人国民党迄大臣手甲捧着伊身体的郑南榕，伊甲郑南榕甲李建强遗书，咱两位三个人发起讲，咱台湾人对咱台湾历史完全无了解，看着我。但是要介绍的物件，我头拄仔伫遐听当中，对我来讲也是一个真完整的一个咱咱台湾医学界、甲台湾历史的一个理解。虽然我甲朋友较久，但是嘛无一个机会像今仔大家遐尼有这个机会，头头尾尾完完整整对台湾的医疗史、甲台湾的台湾人意识，为迄个医界者，大家应该会使听到伊精彩的这个分享吼。二八事件以后，台湾全拢。定去，无人敢讲什么话。就结果还未死吼，就结果还未死的时阵啊，陈建仁甲陈南榕甲李建强，发动出来讲，咱对日本的事情应该是了解。历史无交代这个物件，究竟发生什么事？彼阵是爱抬抬头的，一个人到要抬头抬去啊。但陈建仁医师的勇气，彼阵伊敢做这个代志，老实讲也是真让大家钦佩的一件事吼。啊！伊咧做代志，讲做迄个南白子、南甲子。迄阵，迄个新干线咧去花莲选，去花莲选，无人敢去啊！去选，结果是国民党做票，无伊选无条，无条，结果伊变条吼。啊对啊，伊就甲英英讲无英英啊，无花莲了，你。啊，花莲迄阵啊，谁人敢去选？迄一定是国民党的田啊，无就亲民党的田啊。去选票，哦啊！以后，民进党的人就是讲，迄个敢那袂歹哦，会使出来选，通买改钱啊，啊，所以变到股票迄个，伊就搁转来台湾遮。迄阵的立法院就发动一个叫做“新台湾新国家连线”，所以咱台湾一定爱心就是新的国家。啊，新的国家，现在讲民众讲到遮，大家看好当时怎么回事去啊，吼，所以。到尾，英英伊就回高雄，从底下做卫生局长，啊，卫生局长了，即嘛在龙东圣母病院。啊，英英伊人诶人格，甲伊诶做法，是所有诶朋友甲台湾诶社会，大家是真肯定。我比一条大家听，伊去龙东圣母病院，讲了无叫伊去，伊就去啦。伊为了讲遐医疗设备甲即个医效不够吼，发动一个5亿诶。无法5亿哦，哦，伊真短时间利用个人的成本甲放弃，国内外真紧无伊个目标成功啊！所以这件代志也是互人真感佩一个所在吼。所以今仔日迄个东京医师就会半工来遮，甲大家讲出台湾医疗的小代志，我相信是大家真福气的一件代志吼。啊，东京新医师啊，因为这五年来，我相信大家拢做有做。啊，有就无在套，啊无在套，要气死也是安怎？就所以伊甲大家个一寡朋友讲，有无容易无你出来面对，过来创一个报纸好无？
还是按算即马在球场上要成立一个阿报，叫做民报，吼、哦，啊民报，台湾民报已经是即个蒋委员所的，啊，因为在苹果想要弄一个民报，即马在球场上吼，啊，大家在拭目以待，啊，大家来好好来支持，啊，今仔日相信你若听过这段演讲，因为我头仔拄仔伫遐听两点钟。两点钟足足拢无休困，讲袂煞吼。啊，但是遮可能时间上关系吼，我想大家有一个即个遐好个机会来听，台面书一定来来，一定要相信大家听话一定要讲讲，你这边来遮受，实在是非常不简单啦吼。啊，咱用一个掌声来给咱台面书。多谢，各位前辈，各位好朋友哈，我真感动啦，我无想讲，较侪人去走来即个遮偏僻的所在啊，遮认真咧上课哈，啊，有真侪少年人，我感觉真欢喜啦吼，我即个时间短短啊，毋过我向大家分享，我伫医学院安怎咧教医学生嘛，吼。我当然不是要教恁其他个物件啦，是要教历史。如果感觉台湾个人无历史教，咱大部分无了解台湾历史。其实不是讲伊遐有历史，农业嘛有农业发展个历史，工业有工业发展个历史，政治个发展个历史。恁来遮可能上较侪含政治有关个物啦，政治啦、外交啦，或者个主权宗教啦。因为我来讲医学，啊，不然我因为你若听我讲，你会发现讲，啊，医学含政治无关的，医学含经济无关的，含社会发展无关的，啊，医学个内底吼，咱看出台湾的命运哦，这是趣味啦吼，啊，所以我安尼是甲大家讲，即我个想法就是讲，医学书啊，爱互伊有对家己个知有一个了解。啊，自然就对待咱这个社会有一个责任感，也是讲使命感啦吼。咱知影吼，台湾的现代医疗吼，大概发展到即摆是差不多百几年的历史了。啊，这个时间嘛真好记，因为1895是咱台湾史最重要的一个时间，因为1895就是台湾挂号日本，吼《马关条约》甲台湾挂号日本。所以1895以后变日本人统治，啊，日本人统治50年了，他也国民政府。啊，不过伫日本人还袂来以前，伫30年，其实是还佫清朝的时代。啊，清朝的时代吼，你拢知影清朝含真侪西方的国家，捌发生战争啊，啊，拢拍输啦。啊，拍输就含人签不平等条约啦，就是讲，啊，在外国人民就是要来做生意嘛，所以叫。清朝政府就是讲，你要开放什么所谓，就是通商的港口啊，吼、哦，你袂使禁止我来遮传教，也是袂使禁止我来遮做生意。啊，当然，这个开放通商港口了，外国人特别迄个时阵是欧洲吼，欧洲的国家伊就是来做生意来传教，但是嘛，甲这个现代医疗，有通传到一个地方。好、哦，所以咱伫清朝的时代，台湾的医疗当然有汉医，啊有。民俗的医疗，比如讲找当机啊，啊无就去庙宇求签师啊，啊食草药啊，吼、哦，你看安尼有即款的。啊，阮厝边嘛，阮厝边家己的医疗啦吼。啊，毋过，从1865年开始，有英国人，吼、哦，英国的医生开始来台湾做这个现代医疗。不过，你一定会想讲，啊，荷兰的时代，咱知影伫台湾历史上。荷兰人嘛，我伫台湾差不多30年的时间吼，叫做安平吼，台南的附近，荷兰人嘛伫遐。啊，迄阵荷兰人看袂去找啥？荷兰人总袂去找咱的当地，无可能找咱的汉医啊，伊若无咧食咱的草药啊，所以迄阵一定嘛有荷兰的医生，嘛有荷兰的医生。但是较可惜就是讲吼，无留下来啥物真侪的记录。你若要看迄个热州南城的日志，荷兰迄阵是拢爱写报告给这个雅加达迄边对印，吼、哦，这个东印度公司，伊拢有这个一挂
文书的记载，迄内底想晓就讲有好人的意思。所以恁听迄个《安平追想曲》，《安平追想曲》内底就讲，啊啦，伊是好人的主意，哦，好人的主意，可见迄阵来含好人的兵啊来到台湾，啊，当然伊就是咧替好人来看病啦，大部分是安尼啦。不过，迄个时代医学也无遐发达，西医两三百年前才无几发达，所以讲起来，伊迄个医疗嘛，无啥物真显著，互台湾人感觉着讲，哇神奇，还是讲吼，哇甲伊欢迎。哦，所以我咧甲看伊迄个记录，伊嘛有伊个病名啊，不过伊个病名是怎啊？就是讲，因为伊其实上惊伊就是糖尿病。所以伊迄差不多就是一个隔离的病，就是讲老人得着传染病，伫船顶也好，伊就爱去家放在迄个所在，还是讲比台湾人来传染病，家己隔离伫迄个所在。村里无啥物啦，村里无啥物，哦，医疗物件。啊，不过到1865都无共啦，1865已经19世纪啦，19世纪西方的医学已经开始进步，上大的明显的进步是外科手术。因为这个消毒的方法、麻醉的方法进步了，所以才有办法手术。你若无这个麻醉，你手术是不可能。啊，你无这个消毒，手术了感染死亡率真高，所以也袂生意，予人感觉讲真大劲。但是到我这个19世纪来，西方的这个医药外科方面突飞猛进，特别是这个拄则讲消毒的方法、麻醉的方法，还佫有抗生素。抗生素的这个发展，一定就是消炎嘛、杀菌，所以做好个。所以西医来到底，对台湾人来讲，就是一个足大的冲击。因为汉医无咧手术，汉医几乎是较无咧动刀，无这麻醉这种。所以1865是真出名，就是讲，迄个时代的这个欧洲人开始这个航海的技术好起来。所以，就是世界各地安尼拢去咧寻求这个殖民地啊，发现新大陆。所以呢，欧洲的国家海权开始进步的时候，上开始是葡萄牙，哦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，啊，过来就西班牙，啊，过来就荷兰，啊，所以荷兰既取了荷兰嘛来到东南亚，所以荷兰去印尼啦，啊，嘛来台湾，啊，过过就英国。所以1865的时候，这就是。马街迄阵来台湾，伊所画的台湾地图啊，啊，你若看荷兰时代画的台湾地图，更加注意。荷兰时代画的台湾地图，有迄个台湾岛是两地哦，不是一地，因为迄阵无空照图啊。啊，所以伊是伫台湾海峡船安尼过，也是太平洋这边船过，啊，用望远镜看，啊画。啊，所以迄阵哦，有诶，甲你画做两地形啊，这边浊水溪吼，真宽，你知道？啊，这边秀姑峦溪嘛，真宽。所以迄个出海口，伊看袂到内底，伊想讲这是分做两地，所以荷兰人喺岛内底，台湾岛毛迄个两地岛袂去，要真注意啊！啊，这种是马街留下来岛啦吼。不过你会当了解，就是讲迄阵西方人对台湾其实已经有真侪兴趣啦吼，有真侪兴趣。啊，清朝到尾啊，佫签一个不平等条约，就是连台湾的港口嘛开放啊。迄个时阵打到。就是伫咧高雄，高雄迄阵叫做打狗，啊，打狗嘛被逼开放通商港口，所以闽客人去高雄佚佗，要去西雅湾、中山大学，啊，半路迄个山坡上有一个英国领事馆，啊，那英国领事馆伫遐，啊，就是因为迄个时阵打狗港开放通商港口，高雄英国人管啦，所以英国人就伫遐设领事馆，迄个是一般人那个是。英国佬设领事馆，就派兵啊，伊安尼过迄个港，啊，不管是安尼，海关拢英国佬在管，所以船只进出啦、检疫啦、吼检查是不是有传染病啥，是英国佬在处理。所以迄个就是讲，把迄个港的管理权交英国去了，对。啊，所以安尼英国佬伊就开始对这个所在定居，所以就有一寡医生、传教士对这来的吼。啊，这第一个来叫做 Maxwell 啊。咱个反正马雅各，啊，伊就是1865年对基丁起来。啊，不过伊对基丁起来，伊迄阵较出名是要去台南做医生啦。因为咱知影台南迄古早是比高雄较闹热啦。因为台南是荷兰人就伫遐建城嘛，
郑成功嘛是用台南做基地，所以台南迄个时阵已经是台湾的首都啦，讲起来是安尼。啊，高雄是一个小渔村尔，百几年前，基丁是一个小渔村啦。所以马斯威尔对遐起来了，伊就去台南开一个医馆，啊，伫迄个所在叫看世界吼。啊，开这个医馆的是，不过一开始你想台湾人是欢迎还是不欢迎？尤其汉医上无欢迎，对不对？因为讲这个亲身例子的吼，啊，所以看伊咧动手术，咦，台湾人嘛惊咧，啊，汉医就安怎个放倒讲吼？哦，诶，两鬼子医生，拢甲咱摕咱的人的心脏，啊，无就内脏，摕去咧做药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汉医就是啥物动物的内脏嘛，拢会使做药啊嘛吼，所以啥物嘛会使食，你知？啊，如果哦，诶，外国医生真优秀呢，哦，迄病人钱拢人摕内脏，摕啥摕，要去做药啊，啊，所以在南部城的乡亲啊，吼，你甲赶走，唔好伫遐做医生，咁，啃石头啊。拼赛啊，就是甲赶啦，我就去甲做，想要甲赶走。甚至有几下伊个伊传教嘛，啊，所以有伊个教友教导吼，帮忙伊个伫遐咧割油啊，也是做伊个助手吼，叫人拍的。啊，伊其中有一个吼，叫做高长，高长啊，高长，这高没高长吼。你莫笑，高长是高著名的阿公啊。郭祖明是足重要的牧师嘛，吼，咱拢知影。基督教会啊，郭祖明牧师伫伊做基督教会做干事的时候，伊有发表一个台湾的，一个建立新国家、新国家吼，台湾要成做一个新个独立的国家，伊一个声音。所以到尾，郭祖明牧师嘛是来掠伊关哦，吼。啊，伊的阿公就是已经是一个基督教，迄阵就是慢慢慢衰。他妈所有人在人要做医生都有困难，变喏，伊当然就退到伊基金，因为基金都有英国兵啊，伫遐咧顾，所以就较安全啊。人敢唔敢去甲伊欺负，还是要甲伊拍？所以我都伊从退到伊基金做一个医馆，啊开始做医生。不过伊个医术真好，所以慢慢基金的人就较侪人去互看病，啊，过来凤山啦、屏东啦、祖名啦，甚至到个台南，就拢知影讲，咦，哦，这个外国医生医术真好。啊！伊伫遐成功了呢，伊嘛是念念不忘，要搁转去台南，所以伊搁第二度搁转去台南，搁开一边。啊，这边成功啊，伊拢开一个新老病院。新老病院到今日台南了，对不咱台南来乡亲就知影一个新农医院，所以新农医院的历史就差有140几年。啊，这就是台湾第一间现代化的西医的病院，就是新农医院。哦，所以。咱先拢知影啥个代志，就是迄阵有一个英国人和马斯威尔做伙来，这个英国人叫做皮克林，咱台湾叫毕奇林嘛吼。啊，这英国人是一个探险家，伊陪马斯威尔拢去真侪病魔状的所在，吼，去共看病啦，创啥吼，所以有留真侪记录起来。伊当伊英国了有写一本册叫《Pioneer in Formosa》，就是讲伊福尔摩沙探险记的地方。啊，这内底有真侪相片。伊介绍着马斯威尔，啊，这就是迄阵去的基丁港。你看高雄港伫百几年前只不过是安尼尔，吼、哦，无想到讲今日会变做一个国际的足大的商港吼，船只嘛已经足大吼，啊，迄种是就是敢若安尼尔吼。啊，这就是伊是基丁做便宜的第一间的所在。我真可惜，这个所在已经拢拆到无看到。吼、哦，所以我拄则讲咱台湾人无历史感就是安尼吼。对咱真要紧的物件，咱并无甲留落来。听见听见啊，准都煞吼。啊，毋过加在，你真若去基丁去找马斯威尔留落来，还佫有一个基丁的地方教会。基丁的地方教会就是马斯威尔起起来，到今日变的。啊，你若去伊迄教会内底，伊伫迄个伊的会堂都有一个马斯威尔铜像伫遐，吼、哦。所以咱就知影讲，伊要伫遐传教做医治。啊，这就是伊去台南的时第一间的病。啊，到尾啊，去这个较新的病院，啊，特别这间，迄已经是全台湾上大间的，三楼就是迄阵台湾上悬的楼啊厝啊，哦，伊140-150年以前来讲吼，咱即摆101大楼，迄毋知几楼，100几层，哦，古迄个时代，这就是台湾第一个电梯，第一台电梯啊，迄当然毋是即摆这种电梯，迄是溜龙啦，溜龙，有当时啊病人要吊梯。三楼的时阵，用安尼吊吼，啊，这就是
新老病院吼，啊，目前的新老病院当然拢翻起来了吼，还佫还算未少啦。啊，嘛细个囝嘛，捌伫台南服务，啊，到尾啊去上海一个麻风病院吼，伊也过去的。好，啊，听嘛细个去台南了，伊其实迄个医馆要交互啥？伊就交互另外即个第二个英国医生。即个英国医生呢，伊毋是传教士，毋过伊是用英国海关。请来伫啊做迄个海关的医官的地方，啊，就是我拄只讲，船只进出伊拢爱去甲检检查有传染病无创啥，啊，是煞搁甲英国人看病，因为你有英国病啊伫遐嘛，所以咱用英国人去。啊，毋过，即个马斯威尔甲曼顺讲，啊，我即个医官都有真侪台湾人，只要你嘛甲我斗看吼，啊，所以曼顺就答应。毋过曼顺真了紧，就讲，伊是一个最爱做研究的医生。所以伊伫台湾看病，伊讲诶，真侪病伫英国毋捌看过，因为咱这是一个做代，英国含咱的气候是无同款，所以才有真侪做代疾病，比如讲马拉利亚，英国都病都毋捌看过传染病，咪橡皮病，吼，是个传染病，啊，寄生虫，即种英国人毋知，啊，每英国人做出理解嘛，因为我拄只讲，迄个时代英国人已经是世界上强的海权。国家嘛，所以伊是要去全世界每一个所在，拢想要去建立伊的殖民地嘛。所以伊毋是来台湾尔咧，英国人嘛去印度啊，英国人嘛去新加坡啊，英国人嘛去马来西亚，甚至英国人嘛去非洲。来台湾的是伊嘛去非洲咧探索，嘛去遐咧建立伊的这个殖民地嘛。啊，所以伊就对这个热带疾病做处理，因为去这个热带地区的病，含伊伫英国过的，诶，有一寡无共的物，所以。曼顺伊到尾啊，当伊到英国的时候，伊有设立一间热带医学校。这个热带医学校到今还佫伫咧，还佫伫伦敦，还佫伫伦敦。所以英国人佮称伊是热带医学之父。啊，其实就是拢介绍足侪台湾的热带疾病，互欧洲的医生知影啦。然后伊拢写足侪论文吼，啊，发表伫英国的医学杂志嘛。啊，毋过这是对英国的帮忙，但我正要讲是对咱的影响。有一间。李鸿章，咱知影李鸿章迄阵是清朝的宰相。李鸿章破病啊，伊的舌头吼肿起来，直接不大了。汉医束手无策，因为我拄了讲汉医人家手术人家叮当，啊汉医想讲伊是得着癌啊，生一个肿瘤就对了，所以想问死的。结果李鸿章就到处探听嘛，探听了，喂，伫大教吼有一个外国医生真出名。所以叫曼顺，所以请人来甲请。啊，曼顺一去看，这不是癌啦，这是补囊啦，囊肿啦，补囊，内底有囊，伊就摕一个针头啊插，插袂了，迄囊就甲引流出来，引流出来就消起来咧。啊，过来抗生素摕回家，三日就 OK 啊嘛。哦，啊李鸿章，我的医术遮高明了对吧？我就看你大家无补啊，你大家甲处理一下就好势。所以李鸿章就甲讲。其他我来清朝啦吼，当然迄阵也无叫中国啦，我来清朝做医生啦，阮遮人口较侪嘛，大教都无几个人，你倒遐做医生，哪有啥物成就啦？贵着啦。到尾啊，曼顺讲好啊，伊真要去，伊去着，伊先去厦门，去厦门了，伊走去广州，走去广州了，啊，到尾走去香港设一个医院啦。所以伫1887年，伊伫香港设一个医院，啊，这人改变。中国的命运，因为你拢知影，孙中山就是去读香港医院的。孙中山去读香港医院，伊了总等于革命嘞。啊，你有读过历史呢？孙中山等于革命，伊拢去世界海外募款买武器，通等于含清朝拼。结果有一遍，孙中山去伦敦，去互清朝掠去。有无？咱读历史讲伦敦门难嘛，伦敦门难就是，因为清朝迄阵含英国是有外交关系嘛。所以伊伦敦有一个大使馆，那大使馆发现讲，诶、欸，啊，即款都几十万啊，哦，四大库啊，因为孙中山伊阵清朝政府已经甲列做是要你来统一万啊嘛，总甲你来，啊，你来当然本来就是要送去清朝就斩头啊嘛，结果送去去，咱头历史讲康德里，啊，康德里就是迄阵香港医学院的教务长啊，啊，曼顺就是校长啊，曼顺人康德里两个人。听着讲孙中山去用清朝掠去，已经变成伊甲英国政府讲，
我这个学生足优秀，你爱甲报上，你千万唔通互伊移住倒去，这移住倒去就糟蹋啊！啊，实在迄阵吼，你开始，那我移住倒去就好啊。啊，都国中我民国啊，当时天天大只，咱高高未煞，对无？哦，所以有当时啊，一个小嘛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就是啊。我伊就卖甲记就好啦，卖甲记。上面一千条就涨头，涨头就无无中华民国啊，历史就拢停死啊呢。今日变拢都无人知啊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讲，这个满省，伊有影响到咱台湾的民族，所以咱要记得。但是哦，以前啊，反正万八度啦。所以你就是袂使用中文去思考，你要用台语去看卖的啦。拍出个满省就是万医生啦，拍出个就是八德啦。所以就是咱台湾人叫伊万医生嘛，满省达通满省就是万医生。啊，八七个就翻作八德，那就是叫万八德医生啦。你若用八卦的话，较近嘛叫会出万八德，万八蛋的，万八德。你若用中文就谈袂煞，这是台语咧读的，所以你就知影讲，哎呦，现在咱就讲台语的啊，咱无讲客家话啊，对不对？这是叫万八德，有啥物啊奇怪？但真可惜，伊佫对台湾有一个足大的贡献，咱也袂记。伊伫台湾有说医学院啦，我咧台湾人我唔知影讲伊，啊咱以前日本人阿袂来，以前咱都有医学院啦吼，啊即我毋是凊彩讲的咧，我当甲你证明，这东西咧，即间就是满省去厦门温州了，伊去治疗老人家，所以倒落来医生够咩啦，伊迄阵只你看，伊阿弟弟无病。对不？那东西也比较平常，也是规模，你有时间，哦，这几个条件嘛，这就是一出接下来的故事，但是不拉过来，后来听，曼森美邦医院 Hospital and Medical School 医学校 ，First Professional Examination， 干嘛？第一次执照考试呢，专业考试呢，考啥？考医术执照啊。这里面有什么题目？Anatomy就是解剖学，Surgery是外科，就是那时台湾孩子已经用英语在读医学，对他们在读书，还要考试，啊，如果考有过，还发医术执照，还有他们的生意，他们吃饱的。所以我现在在医院里，拢叫学生讲考看看的，百几年前，咱的前辈已经用台语和英语在读医学，用台语学，哦，真科学，台湾人无这个历史，所以。跳跳跳啊！其实伊阿咪嘛无去啊，啊人香港伊阿咪老了，今仔日还阁是六甲伊啊，还阁是六甲伊啊，吼！啊，即摆第一间伊阿咪已经无去。好，啊嘛，过出来，伊即个签条，我了即三十年，其实就是足侪外国医生有来过台湾做即个医疗服务啦。啊，马街嘛是真出名，咱知影有马街病。不过马街是毋是医生？毋是，马街是读心脏医的，吼。马街是加拿大的，但是伊新南威嘛是等于英国留下苏格兰，所以咱台湾同苏格兰的关系是密切。咱只讲的马斯威也好，曼斯也好，嘛是从苏格兰来。苏格兰有两间医院，一间叫埃伯顿，一间叫爱丁堡，这两间医院拢是出名。啊，伊个医院比较新，拢是全世界各地，因为可能苏格兰是较散的所在。相对英格兰来讲，苏格兰是较贫穷，所以因的比较先，那伫英国找无好头路，伊就拢去世界各地去。所以咱台湾早期来拢苏格兰，所以咱应该去用苏格兰结一个缘啦吼。苏格兰最近嘛要独立嘞，英国叫投票嘞，英国已经决定，敢若一年后要互伊投票，看要独立，吼，所以这真趣味啦吼。马街起来也是对经济起来。啊，去恁去了以后，到回讲，我就带人故乡讲有人在做，所以就去北投，啊，所以就去淡水，用淡水做中心，马街开始伫台湾传教。啊，毋过马街也会共看病，伊安怎？伊嘛是淡水设一间病院，这间病院叫啥？不是马街病院哦，马街病院是咱以后的人去了马街去的病院，马街家己设的病院叫做街医馆。街医馆伫淡水，你即摆去淡水佚佗，即间也伫咧。
当然现在没在看病人，吼，但是你拢去参观一下，吼。接医馆伊就是对英国请一个医生来遐去看病。这个英国医生叫做 Dr. Ringo， 林格 ，Dr. Ringo 哈。啊 ，Dr. Ringo 嘛真老看病，啊嘛发现真侪台湾的传染病，所以伊比较少。有一寡台湾的寄生虫是用 Ringo 命名的，哈。啊嘛。